这四个螺钉，四个角的螺钉拆掉，打开盖子，那把主板上的这一二三四五个螺钉拆掉，把线给拔掉，这里也是一样，要把屏给拆掉，这里这个白色的扣子扣朝上面扣一下，然后这里有个螺钉的这两边把它卸下来之后，把这个屏这样把屏给提上来，提上来之后你可以用那些棉签啊把这些上面的灰尘给去除掉就可以了，那个棉这种棉签或者其他棉签也可以，比如说这里有灰尘，这样轻轻的一擦就可以了，这里面的话可以用方枪吹一下，然后就这样放进去，放的时候这里面有两个槽，一定要平平的放下去。好，放进之后重新组装一下就可以了。